以上便是此次假期实践课题的最终报告。从结果上来看，发生故障的根源物质提取机已经全部被整修复位完毕，欧夏受到的影响也被控制在了最小限度。然而我并不知道幻影那个自称是大崩坏幸存者的异乡人会不会信守自己的诺言。虽然我已经把和他有关的信息上报，研究所会提出数个针对其能力的预防措施，但我还是对没有阻止他离开而感到不安。幽云老师，我是不是做了一个错误的选择呢？检测到你的身体出现不明僵直，欧夏市民，需要我的帮助吗？喂，那边的安保机器人，别打扰高材生写作业了。看他的表情，八成是又被游云那家伙塞了什么麻烦的差事。那还真是多灾多难呢，我的朋友。大家让一让，让一让，别被刚出炉的蜂蜜蛋糕烫到啊。先生の返事が来るまで残りの休みをどう過ごそうかな。さて、先生の返事が来るまで残りの休みをどう過ごそうか。那么在收到老师的回信之前，该怎么度过剩下的假期呢？那么在收到老师的回信之前，该怎么度过剩下的假期呢？
Thank you.